夏伦达，亲爱的斯瓦米吉，我是观花组的蓉蓉。2020年最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和你认识，和你相知，觉得特别特别的幸福。马上是你的生日快到了，在这里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爱你哦。尼亚南达，我是观花组的观花员丹峰。我的中文名字叫刘丹，在大师生日来临之际，祝大师生日快乐。你想难打，斯瓦米吉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斯瓦米吉 ，I love you。亲爱的师父，我是关怀组的田洋洋。祝您生日快乐 Swamiji Happy Birthday to you。 1月7号，祝大师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Swamiji。 亲爱的大师，我是关怀组的志愿者孟祥飞，过几天就是您的诞辰了，在这里祝您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爱你哦。你想认得我的名字是 Sally 陈，世界上最好记的名字 Sally Sasa。非常感恩大师，祝大师新年快乐。亲爱的大师您好，我是关怀组的李小燕。祝您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感恩您一直以来对我们无条件的爱，我爱你 ，I love you。你好，南丹，我是关怀员，我叫王玉红。希望每集 Happy Birthday to you，I love you。敬爱的大师。你好，我是关怀员邱英丽。祝大师您生日快乐。加南丹，我是关怀员康永霞，祝斯瓦米吉生日快乐。亲爱大师，斯瓦米吉。我是关怀组戴嘉玲，您生日快到了，祝您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你是阿南丹，我是关怀员孙雨曼，祝 Swamiji 生日快乐，比心 ！Happy Birthday！Hap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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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rthday！